7月18号凌晨，黄磊在网上发文祝福老婆孙俪生日快乐，配文称生日快乐我的丽姐，还配上了三个爱心的小表情，简单话语里都是满满的爱意。据悉此前孙俪参加向往的生活的节目录制时，在蘑菇屋里两人的相处模式真是温馨，笑容都要藏不住了。丽姐你能干啊，丽姐啊这么能干啊。两人结婚15年，还像热恋中的小情侣一样甜蜜，看对方的眼神里满满的都是爱，这对老夫老妻也是很甜了，神仙爱情让姥姥都好羡慕呀。萌到新闻祝福丽姐生日快乐呀，一家人要永远这么幸福哟。报道。